这次紫荆画集团携手有关方面，精心策划“艺文香港”，就是要助力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。首届“艺文香港”为期四天，以古今对话、中西互鉴为主体，融合现代当代艺术展览、国际艺术论坛、大师工作坊为一体。 不仅可以聆听到高水准的国际艺术论坛，共商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未来，也有以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工作坊在现场呈现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中，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，因交流而互鉴，因互鉴而发展。 艺文香港是一个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、开放包容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。我们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够参与进来。文以载道，意以弘道。香港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必将进一步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荟萃的优势，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。 用艺文传承涵养文化自信，用艺文创新驱动文化发展。祝愿首届“艺文香港”的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